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的处长郝务修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国的感恩节。我们一定要吃我太太做的那个，是小圆白菜哦 ，Brussels sprouts。还有他做的那个山核桃派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是感恩节是秋天的一天哦，我们一定要看一两场那个足球，美国的美式足球的比赛。我加入美国的那个国务院以后，我连续14年都在国外，但是我是前2年我在美国服务啊，在华盛顿那边。我家人也是，我是在华盛顿出生长大的，所以我所有的家人亲戚都是在华盛顿的那个地区，所以前2年呢，有2次可以跟我大家庭一起过的感恩节的，这个是很珍爱的一个回忆。这个礼拜啊，我最感谢台湾有几家好事多 Costco， 因为我们所有那个感恩节的那个必需品在那边你买得到了。